有朝一日，相继必取而代之。 已无机会，赶紧撤离！ 贼人只集中覆辙，要不然情况不堪设想。臣护驾不周，请陛下恕罪。把温凉城附近一里地的人全抓了，全跟朕杀，杀，杀！遵旨。灭秦之局来日方长，四方如今终于明白了，刺杀始皇只能治本，欲绝其根。 只有从根本上铲除暴秦。秦嬴政，我张子房对天发誓，我将竭尽余生之力，一定要推翻你这暴虐无道的统治。